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东老奶。今天咱家的这个地笼罩啊出了点问题，我们要把它给拆了，重新改造或者说弄一下。它这个里面不出烟的，怀疑是这里面什么地方堵了。这个已经做了有六年了，最近老是不出烟，所以今天把这上面这个锅拿走了，然后里面要拆一下。先把这个灰给铲走。放了一块线条起来，凉了哈子，我服他了。你老看着我耳朵似的，哇！你怎么像失血凉了那种？哇，没这里，我那个摸是东西偷过来的，拿来的，不是偷，是怀疑。怀疑？嗯。是哪个鸟啊你们？哎，那个。哇，结成兔子了，怪不得你把它玩痛啊！真是的哈。嗯。把人打倒了，快不干了，我哭哈了。不会呀。哎呦，你看这个，呀，你谁的？兜子嘛。兜子嘛，兜子。嚯嚯嚯！兜洗。我到那里打一个几个人呢，你看我到他那里打，我打那个都来走的。不是，你打多少几周呢？是一天二的，又要不了一天。半天也不止。半天也一天也不着，半天的又一天走两个都差不到了。没法走的几楼喂。几楼？以后我专门给人个打扫。抢你生意。那把你家这么污的不是？要看我叫呼唤机呢。三个风口留好了，那个叫做三点钟方向，九点钟方向。你把灯把起落下去，这是么事喂？咋事喂？可以喂。那个还看看看啥呢？哎，人不能走是吧？嗯，你看这西路喂，哪西路来喂？拿西了来，一个宽还西了喂，宽往外靠这我来，妈转个靠不到喂，你这路费的是呗？哎，路费咱点嘛火不？哎，点不点火嘞？点火，有时候，有时候点嘛火嘞，不是是要点不点火嘞？要一路点到吃不及时才点点嘛？哎，是的，一般人点。不通风不喂？啊！我说是不是有耐火的水泥的嘛？那没得耐火的水泥。那那些红叶杆还不够高啊，它就没是粘了。用那个种耐火泥做的。耐火泥呀。嗯，有种耐火泥呀。耐火泥呢，在，你叫我到那种好些耐火泥呀。那个倒是哪个发明的？哪个传过来的？大概十年高的了吧。那他是不是哪搞出来的？不，平湖的那家，买那个炉灶，买那个那里的，买了个套的，铁的，哎，然后带人来打。但你传的我传的他。那这开始是哪传的？那你不他的那的一样盒子。和面包不是哪块和面的？和面肯定不是那个和面，那个娘家的狗子肯定老子和面的。哦，有个小的那个狗上，我就还，你想给你搞不成在屋上。那大点儿的那个篓子有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劈柴的。
楼子人家给大，还有平时那一大席块是好日子，人家找不到。那一块那大坨子直接往那头塞，是吧？你接着捡，接着。我还以为那大坨子往那头塞。我这边那大坨子直接撂那上来，那大软的，你不皮直接撂那。老板，你我捡老板。哈哈哈！哈后面就费了个劲嘞。你才能当点生意，不能呢。不能呢，你晓不得？你要再能把财皮晓不得？他是不能呢。非得非是一趴一趴的来当的。关门不就行？要转一个人是搞的。这样的我就自个搞的，他是别老公。别老公。那个他都在家里哈。你也不能熬了，你也老太姐，天天没啥。哎，也不熬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老太姐，晓得。那些掺和一点味。你得搞个么呢？豆腐，你总得搞个铁皮的豆腐。软头。要不是，那是用砖头啊，给你那个砖头塞的那是吧？要不是那个砖头，没得好。这那个比的紧，这那也比的起的好。哎，那个还走的快哈。嗯，不然走偏你了。我晓得。我也不好找了，我看这棉裤是找的，我找了。起来了，现在是棉裤是不是洗干了，快多一点。那干了。那不怕起来了，这。你起来不了，你这个棉还敷衣服，这个意思。养米这不对，现在也不长得很少，这红肠子很小。哎，对了，不要提，不要提，中不中的出来，给你干点东西，中套。从这儿帮从这儿，我晓得。这你看嘛，他帮不到啊。Hello， 炒鸡精，炒蒸豆。好，再落回来，晓得。好了了。好了啊。我再把盖提住啊。你等着哈。管的什么是东西，还是转的，是不是？这不会是背后的东西，看，又背后的包是的，好点吧，好。没啥东西，东西。那咱还是提动很好，对不对？买黑的提动还是要的。嗯。门子咱印着书。不印。不印哈。嗯。不得有泥巴，有湿气哈。不得印。那个笔是蒙印的，它给留的盖了，留的盖一直才是把那个磨了，磨了之后它就僵住了，你再管把提回来。哎，好好好，咱不行，扛不了那笔，扛不了那个，好，是的，拿来。